我不愿一路泥泞漆黑，才甘心这种称谓，就让我打散憔悴。这肯定不行，一旦案情公布出去，不仅会妨碍调查，甚至还有可能造成凶手逃逸。那就抓。局长，这也得需要时间呀。时间咱们有，从现在开始48小时。当光明洒落下，这几年你们关系怎么样？后退，当时那些照片的事儿，你知道那些照片的事儿吗？与那段昏黄的故事结尾，韩盼佩。我聆听长夜在低头忏悔，应有泪无声点缀，而泪水流进笑容该多美。每当我要接近真相的时候，我都抓不住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。这个世界有无数个案子，无数个逃犯，无数个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但你只有一个。是每个案子我们都应该拼尽全力，但有什么比你好好活着还重要？我不曾无端地将你追随，却仍顾及你安危，留一点距离安放，该让派人吧，应该就在附近跑遍走远。想开甲皮层默默守卫，你便是我的软肋，让光明有温度更纯粹。我清扫通往黎明的颠沛，陪伴你脚步来回。大概位置在这，他在一个大大河旁边。河呢？河在哪儿？河呢？河在哪儿？我聆听长夜在低头忏悔。别说了，速战速决吧。而泪水流进笑容，该多美。我清扫通往黎明的颠沛，陪伴你脚步来回，与那段昏黄的故事结尾，很般配。我聆听长夜在低头忏悔，应有泪无声点缀，是他的，而泪水流进笑容，该多美。